一冷。我是一只小蜜蜂，落手在草丛中。正在报告。兜兜。兜兜，哎，怎么点错了呢？第一下，哎，这眼儿给你插的，我服了，真的，这眼儿插的我都吐了。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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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我打，嗯。小伙子，有情况，有情况啊！这是，哦，逃脑，这咋不隐身呢？哎呀，不隐身！还好兵线不错啊，可以接受。漂亮，狂战士就别上了，这狂战士，那狂战士咋那么狂呢？兜兜落手上哪去了呢？回家了，好吧。兜，炮车没了。兜，他有闪现，小心点啊！他这边有荡妇二连，我们小心点，我们多自盲自盲他。最好是到一个安全的位置。笑他，最好应该笑他。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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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还让我换了，漂亮，能笑不？哼，给他点个赞，不让笑，要笑笑死你，我笑你，嗯。这表情行不行？积木点赞。嗯，这边这螳螂是不是还在？兜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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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笑他，我笑。玩积木要笑着玩，
整装待发。是长官。Rampage。兜。呀。Shut down。走了，这波不打了。Shut down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Shut down。爆斩杀线了，这不能再打了啊！先来个850。法强先高一点，攻速其实我们已经够了。把车笑没了，哎，我刚才车补着了吧？没补着吗？我看着补着了呀，我眼瞅着补着的。先插个针眼儿，再插个假眼儿，先撇个雷，再留个雷，兜兜兜兜走迅疾，兜兜兜我操！哎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！哎呀好！哎呀呀！哎呀我的妈呀！整装待发。哎！救命啊！快来人！奥大夫，快救我！我不行了！快救我！给我打死他！给我打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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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我打死他！我救不出来！哎，我救不出来！给我打死他！漂亮！这老螳螂！走走。我救不出来，呀，这个雷他没踩到，先来个攻速。是长官。那螳螂就搁那蹲着我，等我，等我出来，我救不出来，哎，针眼看不到了吗？看不见啊。可能有些兄弟还不知道啊，这个我给你科普一下，英雄联盟有两种隐身机制，第一种是隐身，无法被针眼扫描所看见，知道吧？第二种是伪装，而伪装是可以被针眼还有扫描给看见的。积木的被动就属于隐身，而不是伪装。什么是伪装呢？寡妇、耗子啊，这种这属于伪装。像阿卡丽、猴这种的，这都是隐身。积木。明白了吗？扫描都能看见，扫描能看见你搁哪，但是他打不了你。我去前面看看路。Shut down。他不让打。四个防御塔。
能看见你的位置。这洛克萨斯之手，我不给你撇几个雷呀？啊，抖抖抖抖抖，我都不用动，我们都不用动，就一直站着跟他撸，他都撸不过我们现在。给他自盲，打强攻。莽，回家我就拆塔了，个老分女儿，要迅捷，我给你雷，我给你跳弹旁边插几个雷。算了，我也回家，我这现在搁这儿没啥意义，最后收一波兵吧，升个11，晚上我们回家放个蘑菇。回家采蜜，来个美甲窃魂卷。哎呦我这德莱文的皮肤这大斧子的瞅着有点晒的啊，能死吗？死不了吧。上路已经被我占领了啊，我们在上路现在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，就是没有人能经过我的阵地。我只能用我无敌两个字来形容我们上路的情况。现在即使他们带个扫描，他都得扫个几十次。我再把这儿再放一个，人家不来找你，下路都通关了，他找不找我，我也无敌了，除非他从线上找我。你来了安宁，再往这里放个雷就差不多了啊，然后在他们的必经之路上，哎，放个雷，哈哈哈，给个人头，抖抖抖，死了，想杀我螳螂？你以为野区是你家，其实是我家。要迅疾！我自盲戳瞎你的眼！呦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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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十块。你打得过我？这个点炎有点不讲武德了啊！
这点炎确实有点厉害。是长官。今天的对局其实都没啥意思，老是碾压局人，不是队友太狠，就是对手太狠。我来了，德莱文。哎，这安妮这大人怎么老大不老不晕呢？是他没大着是不是？你有什么好怕的？我跟你旁边自盲啥？我这雷他们能看见不？好像不能。来，多给他们放点雷。哇哦，你死的有点快啊！哎呦我，哎呀，哎呀，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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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哎呦呀！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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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呦我操！我这闪现闪！妈的，他不往前面拉，他往左边拉。你说这人，这就是啥？当一个预判遇上了一个傻子。我人儿搁前面，他不往前面拉，他往左边拉。你瞧瞧，我去前面看看路。我是小蜜蜂。美甲卖了吗？不卖，那能卖吗？其实我有点狼了，我也可以一把都不死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我美甲窃魂卷将会变成25层，兄弟们。啊，注意了。家都不守，真可恶！着实是很可恶。卖了吧，不要了，没什么用啊。对了，前两天不是看见一个视频吗？前两天看见一个那个布锅锅的视频，说进这个皮肤有个 bug， W 技能没有弹道，有的时候。然后我看底下有人跟这说，今天猴哥遇到了，蓝烈汉遇到了。
万事熄灭。没有想到随便看个视频都能看见我到反身。你干啥呢？